我觉得虾的做法千千万，对象做的最难忘。剁好的虾蓉加入秋葵子、淀粉、黑胡椒，搅拌均匀，沾一点淀粉，中间的虾滑就没那么容易脱落了。一勺生抽，一勺番茄酱，一勺淀粉，半碗清水，搅拌均匀。有虾滑的那面向下轻煎，等到虾滑变色了，再淋上料汁。糖和水的比例是2:1，熬成焦糖色，倒入模具里，薄薄的铺一层。这里要注意，牛奶的温度不要太高，80度左右，要不然鸡蛋就变成蛋花喽。铺上保鲜膜，戳几个洞，防止水滴进去。蒸好之后要冷藏一会儿，可以大大增加你脱模成功的几率。他对今天这两道菜的评价超高，你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那又做了一道的大虾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黄金凤尾虾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食物是最好的情书，不会甜言蜜语的就多多动手吧。腌制的调料很简单，都在屏幕上，相信你家都有。抓匀腌制10分钟。炸虾好不好吃，炸衣很重要，按顺序裹上面粉、鸡蛋液、面包糠，油温6成热，炸个3分钟就可以出锅啦。外表酥脆，内里 Q 弹的黄金凤尾虾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最怀念学生时代的零食是什么？我的是那脆脆的口感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干脆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沥干水分后，加入屏幕上这些调料，会更加的还原小时候的味道。把拌好的面条放到油纸上，放进烤箱190度30分钟。童年的回忆，上课的时候偷吃过的干脆面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试试看，刚刚腌好的萝卜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腌萝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屏幕上的配比是我去炸鸡店里面偷偷学来的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我腌萝卜，你吃得香。雪碧可以让酸味和甜味变得更柔和，搅拌一下就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入味了。开胃爽口解腻的韩式腌萝卜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像我一样的秃头小宝贝注意咯，先将侧柏叶放进清水里浸泡清洗干净，记得是这种扁平的，而不是那种带刺扎手的。无患子也下水清洗，这可是会起泡的关键，它又叫吸收果。接着侧柏叶打底，倒入清洗好的无患子和摆好的皂荚，还有何首乌，再撒一把桑叶，清水刚刚好没过，开小火慢慢煮，煮上2个小时，等水量变少变得浑浊，先初筛一遍，过滤掉杂质，再细筛一遍。没有加增稠剂，所以看起来不会很稠。最好用这种自带起泡的瓶子，挤出来的泡沫特别的绵密，味道是一股淡淡的药香，学会了让你体验发量一把抓不住的快乐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听说睡个好觉比得上10片面膜，我觉得女朋友的睡眠男朋友也要关心才对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睡美人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动手哦。把淘好的食材放进锅里，加入清水，来块红糖，盖上盖子焖1个小时，能让女朋友睡个好觉的睡美人粥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前几天做的藕粉大家都很感兴趣，一直跟我说太难了，有没有简单一点对胃又好的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苹果小米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。苹果削皮切冰，加入去核红枣，水的比例就按平时煮粥的来，大火煮开转小火50分钟，再下入枸杞、红糖，一碗下去胃暖洋洋的，小脸还红扑扑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女朋友的别的可以不会，这个一定要会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元气汤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，红枣、姜片、桂圆、红糖，
大火煮开后下两个鸡蛋，记得枸杞要最后下，过高的温度会破坏枸杞的营养成分，比开水有用的多的元气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还记得昨天做的猪皮胶吗？今天来教你们做个好东西。红枣剪碎去核，黑芝麻下锅炒熟，炒核桃的时候可以放点盐炒，这样子的话不容易炒得太糊。食材准备好啦，锅里先下入清水，把冰糖全部融化，拿出做好的猪皮胶，大概放下去一半的量，等到猪皮融化了再放入红糖，熬煮到像这样非常浓稠的时候，就可以放入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食材，关火快速的翻炒均匀。这个时候猪皮胶温度已经变得很低了，所以要趁热放到容器里，用各种办法把它压实压平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上各种辅料，我放的是洛神果干、玫瑰花，冷却凝固后脱模，从中间切开切成薄片，这样做出来的桂圆糕口感真的很好，一点都不比阿胶差，反而会越嚼越香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打包起来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不吃一次你永远不知道虾和口菇有多大，平时洗菜的水也很重要，好的水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变得更好。虾肉剁成泥，腌制的配方在屏幕上咯，记得做好笔记。搅拌均匀后填入口菇，烤箱180度20分钟。最近新入手了方太母婴净水机，三根滤芯七重过滤，用的是不锈钢安全龙头，不仅用来洗水果更放心，还可以直接饮用哦。青橘对半切开，其他的水果切丁，放进冰格里，倒入过滤出的清水，放进冰箱冷冻。因为方太净水机过滤出来的自来水去除了异味和有害物质，还降低了水的硬度，所以茶汤的口感和色泽就更好了。口菇烤好了，撒上葱花，虾泥吸收了口菇的汁水，变得更鲜甜。好水好茶配好菜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丑咯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紫兰藕块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做藕吃的时候总是发黑，加点醋就不会了。我听说给爱的人吃藕是一起到老的意思，调料很简单，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截图保存哦。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啦，麻辣脆爽的紫兰藕块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快做碗汤给他暖暖胃吧。所以那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裙带菜可以泡发10倍的，所以只少一点就够了。牛肉切丁，裙带菜切断，锅里来上一点香油，炒熟牛肉，放入裙带菜继续翻炒，等到牛肉变色加入清水，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，海带就很鲜美啦，富含钙质还不会发胖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试试看我新学的追剧小零食，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照烧锅巴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配料就在屏幕上哦，有需要的记得截图保存。这个酱汁味道有点像照烧酱，把米饼煎到定型就可以刷上酱料啦，撒上芝麻，包上海苔，香香脆脆的照烧锅巴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不够吃我再去炒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炒泡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喂遍凉水使面条更 Q 弹。最近总是听到有人说爱会消失，对吗？我觉得不会，会消失的那就不叫爱了。加入调料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，肚子饿的时候3-5分钟就能做出来炒泡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